标题坠饰钢弹 UC。UCCU。反正外挂其实不少见啊，之前就有遇过，只是之前遇到更扯而已。之前遇到那种应该都是在测试性外挂的，什么在温泉里面杀人之类的。直接在家里放技能抽你。官方如果不出重播系统的话，这真的蛮难抓的啦，就很难有证据啊，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他的第一视角。恐怖武器是暴雪专利，可是重播不是只有海，我们系也是只有海带有专利，但是它其实不止包办的海带而已，海带没有我可以接受啊，可是像是那种 Kill Cam 应该都可以吧 ？Kill Cam 不是很多游戏都有吗？应该没有专利吧？Kill Cam 就是击杀重播啊，就是你死之后，你可以给他的视角可能大概五六秒的镜头吧。起码有 Kill Cam 就够了，也不用奢求一整场的重播。基本上有 Kill Cam 的话，有击杀重播的话，就可以抓到一点东西。不然是真的无法判断，太难了，只能用经验去判断那个人到底是傻逼还是真的会玩的。